欢迎他，是我的心目中的白马王。真的假的？他有一首歌大家也二三十年没听到了，原因是这首歌的是男女对唱，那女主角呢，她说请大家忘了我吧，所以她不要再回歌坛了。他们说世界上没有，是这首歌。你破梗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白马王。好啊，好啊，欢迎白马王子罗启正大哥。耶、yeah ！哎，有麦克风吗？好的，可以。听过吧？啊，他也不降 key。我也不降 key， 对，我升 key。跟大家问好了，好久不见。各位好，我是罗启正，真的很久不见。耶、yeah ！今天怎么会有这个想要来跟？想要来，对对，因为每个人都想要来啊。那个怎么确评中选啊？我们其实是很久的，我们俩是同一届比赛，是金鱼奖同一届比赛。不是，他有得名，我没有得名哦。没错，我在金鱼奖第三届，所以他的声音是赢过我的。但是我的际遇输你了。什么叫际遇？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声音还是很棒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厉害厉害，好好。这次有没有什么？这次呢，这合作上有没有特别的什么火花？想跟这一届。其实我跟郑怡啊，是以前在演唱会的时候，你等一下讲完，你可以反驳。没有没有，在民歌演唱会的时候，因为郑怡不会弹吉他，是可是因为他人缘很好，通常他一个人唱歌，后面会有八把吉他。怎么那么好？真的、啊？那你为什么后来加去加拿大？这样很过分。啊、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其实因为很久没见，可是再见面是一见如故，完全没有任何隔阂，是、嗯、知道吗？是，所以只要他有他在的场合找我，我一定参加。好好哦，我觉得就像郑怡姐说的，老朋友是老的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呢，其实我们从金曲奖到现在，时间大概有二十，没有三十年了，三十年了，所以人生。有几个三十年以上的朋友，对不对？非常少。但是我们中间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基正都在。我在北京。在北京。对。然后他那个时候也很不屑回歌坛嘛。没有，这个又要回到刚刚你们讲那个女主角不愿意出现。那不会跟女主角不出现，你也不出现。不不不不，因为一开始是我推到幕后之后，然后他有演出的机会找我，我说啊，碧华我。退幕后之后，我真的不太想出现。你看是不屑吗？是我一开始不是不屑，是因为不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不想，因为退幕后从助理开始说，我想说就安安分分做助理就好。嗯，所以他每次跟我说，哎，有演出你要不要参加？我说你不要找我了，你。后来这一次我回来之后呢，变成是要找他，他说对不起，我已经封嗓很久了，我也不会再出现。哎呦，他也封麦了。那他可是为了你耶，就再开麦。我说的是碧华封麦哦，所以呢，这一次我们可以很期待看到你们两个的演出。然后你要代替啊，不要说代替，怎么讲？张嘴。我说你要，我要抢着唱这首歌。对，而且啊，我讲来到那么久了，刚刚郑姐说你是她的白马王子，可以拥抱一下吗？可以拥抱一下，好朋友的拥抱啊，不行吗？是你跟我拥抱？不是不是，是郑姐跟你拥抱一下，好吧？来拥抱一下啦，来来来来，好久不见的好朋友，来来来，让大家拍个照，再抱一次啊，太快了，来来来抱一次，好，我五，看前面，左边，中间，好，中间中间，谢谢，中间，好，左手边，来左边，好，那因为上台有摄影大哥啊，我们看上台。罗基正，你是不是里面帅的？非常帅，对，是帅，是非常帅，而且都没什么变样，完全，对对，完全。你说这样的白马王子多好啊！真的，对对，好，谢谢主办单位啊，谢谢，真的，让你们这次有两位白马王子，是一位是周志平大哥，周志平啊，是。那个是抬头王子，抬头，因为不要讲了，可见他们的好感情啊。那这次对，谢谢罗基正罗大哥了，没有，好不好？你有什么话对郑怡姐说的？没有，因为他们是这个一王三后，是，我是这场演唱会的吉祥物。哎呦，太可爱了，吉祥物。好了，谢谢。不过我们也可以重现神话这首歌，已经过了好多三十年，有没有？二十对。三十年，对，我觉得很不一样哎，完全不一样，而且你们的合作就是神话了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是，是不是？你们合作就是神话了，就是神话，是不是？谢谢，谢谢罗姐，谢谢吉祥物，谢谢吉祥物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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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郑姐，今天呢？